来了，又吃活珠子了，磕大头啊！这个是五香口味的，开袋即食，你们拿火气也热一下，因为我感觉热一下更好吃。这个把汤都热没了。看一整个，它这个活珠子是13天的活珠子啊，没有毛。它上边你看它这个有点黑色的，它是它那个小血管啊，不是它毛。可以蘸点烧烤料，每包都会送你们这个小蘸料的，这种小烧烤料。再来一个。你们没吃过的可以拍10枚尝一尝啊！吃过的咱们就可以拍20枚，还有30枚的那个比较划算。看这个黄，这黄特别有营养，因为13天是它最有营养的时候。嗯。姐妹们，你们收到的活珠子也是这样的，它都是独立包装的，然后是用泡沫箱给你包装的，它不会洒，然后也不会破。